大家伙，你也是被人捆起来的？那我们交换一下，你送我出去，我帮你捉毛。如果我不帮助我自己，我可不知道我睡着了会做出什么事情。你睡你的，我走就是了。如果你想活着等到阿狗的话，不要乱跑，尤其是夜晚。这么大的地方，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？哎，你们知道住宅的路怎么走吗？我饿了，我说我饿了，要吃饭。哦，那个厨子因为不听话，随便乱走就被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少下火啊！我要是个三长两短，阿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再废话，我升职了，快去做饭。